欢迎回来，最新新闻的现场，要来看的是太平老街，为着要来迎接着春节的观光景点，现在是社区总动员来投入整个环境的改造，都是请来的艺术家王文志设计出全年的花灯，和召集民到三江做回来修正地球作为花灯的所在。而这花灯将会伫咧过年进前全部来完工，一个会成为着游客烧钱要翕相的新景点。来到梅山乡太平国小，工人正咧依照设计图在涂骹画出蛇的模样，准备来制作春节的花灯。这是由艺术家王文志为太平社区设计的第二个花灯，将依照蛇年的意象来打造。而花灯将在过年前来完工，来迎接春节行春的观光人潮。咱希望过年，予咱的游子，也是咱的游客，予咱的乡亲感受的欢乐的气氛。让我们感觉今年有大家有希望，另外我们也有配合这个活动，要来做一些茶树的展览，茶花的展览，还有我们在地花卉的装置艺术，所以我们社区的义工妈妈大家都很用心。太平社区是总动员来进行着社区的改造，因为在社区的另一边是出现着满满的老地树，社区妈妈是无闲来修剪，准备来作为花灯的素材。离现场总共有两三千丛的地树，看起来是真壮观。需要这么多的地树，是因为花灯将有六公尺高、十八公尺宽，预计将会成为太平社区新的特色景点，并会在春节期间来点亮太平老街的暗暝。三千丛的老地树。要甲建起来，亲像海底珊瑚共款。另外，王文志有提供500支竹啊的竹材，要来做装置艺术。啊，咱这里做搞工，弄社区的义工，尤其是妈妈吼，七八十岁吼，大家咧做义工，哦，大家感觉足温暖了呢。另外，太平老街也进行着大改造，重新规划8条小巷啊，工人共款在现场来赶工。新的路面将为老街带来着新的气氛。根据了解，太平社区在过年初一到初三拢有活动，包括三元宫将提供民众免费的平安餐，老街也准备着茶席，邀请民众来品茶。太平社区是欢迎民众来这行村，迎接新年。最新新闻，大家看，民生乡蔡宏报道。